此刻的幸运乐大家，我是呆萌，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。昨天 LPL 决赛正式开战，那看的叫一个刺激啊！结果 EDG 3-1拿下了 FunPlus， 而盛江哥也迎来了生涯第一个 LPL 冠军。所以不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昨天赛场上的精彩操作吧。杰杰盲僧前方高能，在 EDG 队长 FunPlus 的比赛中，12分钟杰杰一脚踢中刘青松，非常果断飞了上去，摸眼一脚将其踢回，随后并没有贪恋人头，而是回头一 Q 命中林伟翔，往后走位还躲了腐败锁链，外破闪现过来将人头收下，这一波杰杰简直帅得不行。盲僧是一定能把团开起来的，只要定到一个人，那个人基本就是死的。哎，这波直接摸眼，摸眼还是要接，指上来，那刘青松应该审核闪了，还接到林伟翔，还要打大头，快点冲啊！闪现过来一杀林伟翔，林伟翔的转移交了慢了一点，林伟翔在倒在了塔下， Viper 拿到这个头，代练双 C 打退 FunPlus。 在 EDG 队长 FunPlus 的比赛中，35分钟 EDG 团战上浮倒地， FunPlus 两人推中两人留人，好在 Viper 回城，但是 Scout 却被留住。然而就在这时， EDG 双 C 轮流发力， Scout 在野区面对两人强势干掉盲僧，与此同时正面回城的 Viper 也同时开秀进化解掉控制，在结界倒地之后开始发力，一枪收了船长守住基地，而下方的 Scout 也拿了日女的人头，这波 EDG 的双 C 简直让人不敢相信。有机会，赶紧这波！这边想要来卖了。这个位置留能猜到吗 ？Q 技能，注意到了，打断了还是闪现给一个一技能，强势没有，但吃到了这边的伤害，感觉小天也不一定吃得住。回头，来一人打了，突然打到了小天，而且没输出，永帅定了一下，这边的僵尸没了吗？半个人没了，还差一点点。这边方抓这边很危险，银燕，他打死了这边的船长，这个有银燕，反而是留下了非常好的青年。击杀了刘青松，送了 Z， 裂了。小学弟 FMVP 当之无愧，在 EDG 对战 FunPlus 的比赛中，24分钟 EDG 打龙被 FunPlus 骚扰，但是 EDG 非常耐心，并没有着急拿龙，而是全体缩成一团。但是杜英烈大招实在太顶了，就在申江哥率先被秒 Viper 被打退， EDG 即将溃败之时， Scout 站了出来，定住林伟翔，再接永双，一个 AOE 收下 FunPlus 下路两人，而龙坑内的小天也被节节拍死， Scout 再一个闪现秒杀了杜英烈，龙坑内的 Nagri 也无奈倒地，最终成全 Scout 拿下四杀。注意一下林伟，刘青松，这波的话，麦克的血量有点低了，但这波，哎，小天很危险，还好自己有一个大招可以规避一下伤害，姐姐是被大龙接龙吧，接盘，发现大招，拉了两个，上个被秒了，这波放不了的还可以切断，但是永双又盯了两个人，这次又一伤害，是秒掉了下路，姐姐收下了小天，而且牛堡和对面还打不了的，这瑞兹太强了，瑞兹血来杀了，我一个刺杀的瑞兹接管了比赛，已经打到了大龙。续命的抢龙让人大叫欢呼，在 EDG 对战 FunPlus 的比赛中，21分钟，此时 EDG 已经是绝境中的绝境了。要是这条大龙再被 FunPlus 拿下，那么 EDG 就没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 ，EDG 野辅高能联动 ，Miko Q 中大龙，随后丢灯，杰杰点灯进龙坑，当着 FunPlus 众人的面，精准的抢下了大龙。就是这个抢龙，为 EDG 之后的翻盘打下了基础。变小了呀？难道要 Miko 下去给他点灯笼吗？这也太难了吧 ！Q 下去给灯笼吗？通天带中弹 EDG 的救世主，在 EDG 对战 FunPlus 的比赛中，29分钟 Miko 率先倒地， FunPlus 人数优势选择开团，小天一脚打退杰杰，同时限制 Scout， 此时 EDG 夹缝出击，盛江哥闪现一推用命换掉炸弹人，随后 Viper 高能出击，普攻接狂风秒杀船长，进化秒解日女控制，闪现干掉盲僧，随后再斩日女，这波 Viper 的绝境操作不知有多少人看懵了，总之有我一个。小龙四打五想接啊，这个位置踢到了杰杰，杰杰上了，但这个厄斐琉斯要注意，加料给大招，杰杰往后拉，死高那个位置有点落单，谁要马上变大，变大快过来了，他吐出来，奥拉夫已经倒地了，判断还不错，炸弹人被秒了，死高的也要往后拉，想东亚这边的东印币，这里的话无法到的外方先出了这个攻，进化切两秒的快乐，这东亚射箭了，受了一败局之际，封闭飞弹之间，外方炸了出来。是个3-5，恨不得你可以再看一下，这波在开团
史结节已经被处理掉了，是的。而且正面其实 Fun Plus 是看到了 Scott， 然后有点尴尬，就是 Scott 的衣架就变成是小天跟过来的时候是他的一个精神，然后这时候闪现拍来看一下 Viper 这波啊，先是手里有白刀打一轮飞轮，刷完之后向前的狂风拿到这个人头贴脸，净化解掉了莱昂纳的晕眩，贴脸交闪闪到莱昂纳脸上，让自己的刀子可以最快的回到手上。飞人在手，天下无双。主要他把船长秒了，这两个人是没有办法再处理这个菲利斯了。一个人打了七千，全队的出手。哇，这个时候仿佛在对 Scott 说：“哥们儿，你 C 了两把了，这把我来试试。”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另外，今天下午是 LPL 冒跑赛，到时是由 RNG 对战 WE， 各位别忘了收看啊！节目的最后给弹幕点个赞，关个注吧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